你跟我有多父之仇这件事啊，我待会再跟你慢慢算，你这点心里有没有？黄家绿啊，大哥，多少钱呢？3万。你爸那么有钱，你直接送我一辆都得了。还有钱归他有钱，我没钱。你那么年轻搞供应链，我这边天天要黄家绿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条。你砍价太厉害，我再高一点给你留砍价空间嘛。你开个逼，你再给我个实价你就得了吗？2万2了，太贵了，咱先开一下货来。走起来了，挺好的啊！你是细腻温柔的黄翡，一抹晨阳光照落在你美丽的脸颊上，看着日出，看着云里雾里的青山。下面的话它是白底带一点绿嘛，上面的话是一大抹黄翡。这种带起来的很精神，也稀缺，这种料少见呐、啊。但你便宜点呐、啊，5000嘛。那也少不到5000啊，5000可以卖的，圈又不大，你破不了圈啥的，这家最多就5000了。1万5，1万5。老你也是懂货，1万5，我懂了。我不懂货，五千，我没给你留这么大的砍价空间，直接落下来，不要砍来砍的，不要砍。哎呦，我那都不，还说要去我直播间播货呢，你真的，你便宜点弄我一条，你得便宜啊，你不便宜，主播不用。9800，关内了，这条我都不想玩了。还扯路的跟10000一样吗？那个制造特色，玩的嘛，早一下午了。皇家绿是不是少见？是少见就贵，贵个少见他就没人买，没人买他就得便宜。是要少点吧，我一天找货找几个小时，他捡出来2-3分钟。哎，我都你再少点，你6000嘛，6000嘛，7000啊，真少不了。还6500，那你现在不要再拿东西了，你就这样走。啊，我不拿，我不拿，就这样走吧。你每次拿的东西，我都拿点，拿点就中间犯漏。这挂件不值钱的，这一件也就1-2百块。你都知道一件1-2百块，你一抓一大把。好，我不拿，我不拿。那我们走了，找你钱啊，6200的。6500，你不要拿了。走了啊，找点钱啊，黄毛。6500，我没有拿，咱还不偷东西，太难了。没事的啊，不说了，走了。你还。还想要什么手镯告诉我，让老吴去市场或者夫子那里薅，直播间也有哦。